呢、這個馮劍基又係要講埋馮劍基，阿哥，馮劍基話李卓人一票都冇喺呢一區，佢黐線噶。李卓人喺上屆嘅真屆西換屆選舉都贏佢啦，你話一票都冇，係咪啊？呢啲詭辯嚟噶嘛？我嘅好簡單講，馮劍基喺何時何年何月何日係大聲講過 DQ 係撲街嘅？有冇？冇啊！你問佢，佢應該講嘅嘢。嗰陣時唔講，而家先出嚟講。佢話，因為針對民主派唔民主，佢要出嚟反對民主派。阿哥，佢幾時行過出嚟反對律歷次 DQ？ 阿基哥喺邊度？佢有冇撐過我長毛啊？有冇撐過長毛俾人 DQ 啊？我長毛幾次得罪過佢啊？我幾次有不民主啊？喂，阿哥。我覺得馮劍基，我認識佢好耐，我到今日都當佢係朋友。不過你咁樣講嘢真係唔得。喂，你幾時反對過全部委任嘅林立會啊？幾時反對過啊？係咪啊？所以一票不投馮劍基，因為你投俾馮劍基，就係令到李卓人有機會輸嘅。是冇理由捉只老鼠入米缸嘅，黃毓民又係，黃毓民話打飛機射落海，又係一樣。黃毓民幾次出嚟撐過六個俾人 DQ 嘅人，佢喺邊度？而家出嚟講嘢，你用十分一鬧民主派嘅力量去鬧下共產黨，我都多謝你啦。